美心，你准备去哪儿啊？今天是我爸爸妈妈结婚30周年纪念日，我得回去给他们庆祝。哦，好的，拜拜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喂，妈妈。喂，妈妈不在，买菜去了。晚上早点回家吃饭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知道了，谢谢爸爸。哦，美心呢？什么时候回来呀？祝你和爸爸今天结婚纪念日快乐。妈妈今天买了好多好吃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我快到家了。三华，妈，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三华，妈，都怪我，我不应该给你打电话的，都怪我。妈，你醒一醒，你醒一醒啊！啊，你快点下手吧。对，不是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患者病情很危重，全身眼睛多处骨折，看不希望这非常渺茫，可能以后要终身坐轮椅了。我们没有思想准备。爸，哥。我不想吃。哥，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爸，现在妈妈也受伤了，我需要上班，美心还要上学，现在照顾妈妈的任务只能交给你了。爸，这些钱是给妈妈调理治病的钱，你收好。哎，我真没用，面条都煮糊了。没关系，老陈，你再去多放一点水，再去做就好了。好。Thank you.
呀，小妞长得不错呀，让大爷瞅瞅。臭流氓，来人呀！干啥呀？这是跑什么？别干嘛？别多管闲事。有你什么事儿？兄弟，快走！走。没事吧？三华，三华，你他会带来什么好东西？什么？好葫芦。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好葫芦呀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好吃吗？嗯，越吃越爽了。谢谢你。妈，您喝茶。妈，我认识个男孩叫陈东，是个当兵的，他对我挺好的，我想有时间的话让你。什么当兵的？一个充当兵的和你不般配，我不同意你和他在一起。一寻无价宝，难寻有情郎，这辈子我就认定他了。谢谢谢谢，请进请进。哎呀，我们来给您送宝贝来了，看您来了。谢谢谢谢，请坐坐啊。那赵姐知道您出事了，我们特别担心你，然后我俩就赶紧过来看您来了。是啊，赵姐，其实这个吧，一切事物也都是有因果的。因为前世我们可能做了伤害别人的事儿，所以这一世会出现这样的果报，所以也不要对别人产生嗔恨心，也不要去怨恨别人。佛是大医王，他呢能救84000骨，之前呢我和梁贵儿一直呢都跟您讲佛法，那么今天呢您身体受伤了，我们呢都十分担心你，然后我们俩呢给你今天呢给你送来的宝贝呢，就是我们一直呢就是念的阿弥陀佛的一个阿弥陀佛佛像，每天你看这个佛像，然后你可以看他可以看他的眼睛，然后呢可以画他的佛的画像，跟着他呢每天呢念阿弥陀佛，你看着他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念不出声也可以，这样呢阿弥陀佛就加持你的病情会越来越好起来的。是吗？那真的管用吗？是的，再说了，即使你念佛没有起到效果，也没有任何损失啊。嗯，有道理，反正现在我也就这样，那我就试试吧。相依甘露三菩萨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尊者教陈如，尊者舍利弗，尊者大目犍连，尊者迦摄，尊者阿难等尔为上首。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阿弥陀佛，我现在不能动，也不能拜您。我想用眨眼睛的方法来拜您，我每眨一次眼睛就是在拜您。Thank you.
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老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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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手能动了，我这手，你看，我这手能动了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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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三华，你在家休息一下，我出去买点菜，一会儿就回来。注意安全，慢点。好，好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喂，你好，你是赵姐吗？你爱人出车祸了，正送往医院。啊？脑部受损严重，现在他脉搏紊乱，呼吸很弱，瞳孔扩大，这是濒危的征兆。您准备后事吧。抱歉，我们尽力了。爸，你不能丢下我们呀。爸。孩子们，大夫的话刚才你们也听到了。爸爸病现在已经这样了，家是我们的港湾，现在我们要把爸爸接回家。好，爸，我们回家。孩子们，爸爸现在已经到了临命终的状态，我想请助念团的师兄们来给爸爸助念，帮助他往生。我不同意，那都是迷信，念佛能让爸不死吗？这个时候应该给爸穿衣服，让他体面的走。体面是人情，不是解脱的方法。强子，我不要求你平常尽孝，但现在为爸爸念佛，帮助他往生极乐，才是你尽的最大的孝。念佛有什么好处？你看看你，全身骨折，爸爸现在生命垂危，爸是唯物主义者，一辈子都不信这些东西，给他念佛有用吗？念佛能保佑我们全家不死吗？是，念佛是不能保证我们全家人不死，但是它能让我们得到重生。我告诉你强子，有佛法就会创造奇迹。妈妈，喂，师兄，我爱人现在临命终状态，需要助念。不要不要，走开走开走。
阿弥陀佛，神通菩萨，我们是助念团的，现在来帮助你。你现在处于临终四大分散之际，身心都受到了很大的痛苦，这个时候对你非常关键。如果你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能免受六道轮回之苦。你现在虽然不能回答，但是神识能听到我们说话，请你跟我们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走开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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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跟我们走，走，跟我们走，走不走，走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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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走，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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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不认识我们，我们找了你们几十年，今天终于找到你们了，没想到你们结成了夫妻，难道你忘记前世你是怎么撞死我们的吗？陈东，你和你老婆知道是怎么被撞的吗？你和你老婆被撞都是我们干的。不要不要不要啊，老陈，你醒了？不要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老陈，你要放下一切挂念，一心念佛，我们会在极乐世界相见的。阿弥陀佛，真有因果啊。过去我们被撞是因为前世我们撞了别人，我知道错了，好想跟他们道歉，可惜我快不行了。老陈，我这辈子没有什么爱好，就喜欢听你唱歌，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唱歌，现在我不行了，唱歌为我送行吧。爸爸，莲花，莲花，好美的莲花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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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一醒啊！爸，爸，爸，爸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
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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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孩子们，建国成国，我们在一个世界等你们。